这个洗面奶能祛痘吗？没错，很多祛痘精华都搞不定的祛痘哈，它一个洗面奶居然搞定了，我不是在这吹牛逼。你看这个28天的实验报告，痘痘改善的效果是非常明显。我呢啊，已经很久不怎么长痘了，所以呢，给你们看看我朋友用它28天之后的效果，痘痘没有那么夸张的完全消失，但是能明显看出痘痘确实是在变好。你一定很好奇这是为啥呢，是吧？首先这个洗面奶呢叫微酸洗面奶，它呢是加入了这三种酸，当然浓度很低，不会刺激哈。其中这个水杨酸呢，它的祛痘能力啊是经过了 FDA 的认证的，它能把毛孔里那些脏东西啊给溶解掉，毛孔不堵塞了，痘痘就不容易长了。这个乳糖酸呢保水性巨强，就是能帮皮肤、给存住水，这样呢皮肤不缺水了，自然也就不容易出油了。这个肌醇六磷酸呢，它有着巨强的抗氧化能力，你要是洗完脸没多久啊，这脸就发暗发灰，这就是因为脸上的油脂氧化了，这个肌醇六磷酸正好专业对口。我们知道很多痘痘都是因为螨虫过度繁殖引起的，它还加入了一个除螨专利成分，妥妥的痘痘克星，而且它清洁力也不错，居然连口红都洗得掉。而且它不是那种让你越学油还伤肤的皂基表活，它用的是成本很高的氨基酸加 IPG 的表活，兼具温和和清洁力。而且他家洗面奶的肤感啊，真是我用过所有洗面奶里最好的，不仅是洗得干净泡沫多，而且没有残留，没有滑感，不会干涩紧绷。因为它里面呢还添加了像是黄岑、忍冬花、穿心莲等9种保湿植萃，洗完之后呢皮肤不仅是干净清爽，而且感觉脸上好像覆盖了一层水膜，用它洗脸真是一种享受。就这瓶洗面奶啊，不仅是可以洗得干净，而且还能减少出油、减少长痘、抗氧化，给皮肤补水，而且它价格还便宜，真是妥妥的花小钱办大事。我呢还给大伙弄到了左岩右色他家超大的内部优惠券，放在了评论区了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快去看看吧。